杨明，我替红房，但我真生，杨明，我该烦了我身体，唔知够我度承受。好啊，别再讲啊！妈，谁知你要甲我生落来啊？为着啊，你今日要过好个生活，你上早会当对我这么残忍吗？李俊豪，做你生落来，你过得比别人更加好，我想我害你啊，啊？ 俊豪，妈妈知影你即马足万分俊杰，也毋过你还阁少年，你对未来还是有真侪可能的。我有啥未来啊？我即马爱烦恼，叫别人发现，我甲你家一点血缘关系都无，甚至我毋是你，你是个亲生后生。但是我伫个你家一直有安怎，我毋知我的身体够我度享受。俊豪。 可是，姓徐来，俊豪，你头拄讲啥？你毋是爸的亲生后生？这份报告是我甲俊豪的亲子鉴定报告书。 所以咧，想要讲啥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呢。你敢真正无啥物代志要甲我讲的哦？无，咱两个无啥物代志通好讲。有啥物啊？你是哦，真正足敖惨的嘛，足无良心的啊！俊豪明明是我溜过的亲生囝，你煞无甲我讲？ 当初你提迄份了亲子鉴定报告书，一定是假的。你是摕来哦，欺骗李幼稚，还阁有哪真个着无啊？李幼贵，我甲你讲，俊豪是优秀的后生，这个事实是永远拢袂改变。好，好。即摆我着摕这份报告。 去找李幼稚，看伊是不是甲你同款，这么肯定。哎，小等一下。小妹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替我生一个后生，我伫这个世间，阁有一个亲人。 好了，就照我拄则的计划进行。好，刘贵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你搁有？你之前是咧讲什么计划啊？哈哈哈，建豪啊，我甲你妈妈已经讲好啊。 阮有共识，绝对袂用予俊杰遐尼简单就做一品的总经理。一品这一间公司绝对袂用予伊哦，规碗泡。那呢，你有啥打算？